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，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。刚刚过去的儿童节，加上最近热映的哆啦 A 梦伴我同行，是不是让我们这群不是孩子的孩子仿佛又回到了童年，回味起记忆中那个熟悉的味道？即使已经不在六一，即使没有了卖萌的理由，如孩子般纯真的心态又能一直保持下去，当然也是极好的。说人话。好吧，我们还是赶紧走进今天的游乐天下。首先登场的又是跑酷游戏，跑酷游戏，跑酷游戏。妈妈告诉我，重要的事要说三遍，真的不是冰冰对这类游戏情有独钟，只是现在跑酷游戏真的是越来越多，花样也层出不穷。究竟是换汤不换药的模仿，还是别出心裁的创意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来自游戏开发商 Spot Games 打造的手游新作 Cartoon Survivor 卡通幸存者，游戏的故事设定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一位长期在收视排名中垫底的电视制作人，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搏命一击。为此，他决定制作一档名为《卡通幸存者》的新节目。于是，他派遣了一只不知是鸡还是鸟的名叫“鲁鲁”的动物，前往光怪陆离的卡通世界。他需要在限定的时间内穿越完一段赛程，否则身上的定时炸弹就会嘣爆炸了。除了限定时间这个设定，游戏的视角也和传统的横版跑酷有那么点区别。与我们介绍过的《奔跑吧，乔巴》一样，设置在斜上方45度的位置。这个角度可以让玩家清楚看到嘟嘟的奔跑状态、盲领的分布情况以及各种机关陷阱。不过倾斜设备控制嘟嘟左右移动的时候，还真是有点不方便的，相当不习惯啊。游戏设有4个场景，共23个关卡。可以让玩家体验到侏罗纪时代、白垩纪时代、石器时代、玛雅时代的不同奔跑感觉，是不是听上去还是挺不错的？那就准备奔跑起来吧。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款由游戏开发商 Angry Mob Games 打造的休闲益智新作 Toysburg 玩具城。同童话般的松饼骑士一样，这部玩具城依旧是充满了童话色彩。玩家在其中扮演的是一名拥有特殊能力的玩具制造工匠，能够把小孩子变成他们想玩的任何一种玩具。游戏部分灵感来源于沙盒游戏，玩家需要拼装玩具的头、身体、四肢等，虽然听上去好像有点恐怖的样子，但游戏画面还是十分童趣清新的。游戏采用关卡任务式的游戏结构，玩家需要在玩具城中进行探索，寻找需要帮助制作新玩具的小孩，变成自己喜爱的玩具。这种想法还是挺有创意的，现实中是不大可能了，那我们就在游戏中来亲身体验一下吧。两款卡通风格的休闲游戏，献给心中永远长不大的你们，咱们下期见。